这局三个队友全都是六套呀，看起来很有实力的样子。我是全队唯一的蓝胖子，但是这局队友气死我了，舔了一大堆的装备，叫他给我几个急救包都不愿意，我也是醉了。太过分！开局就正面遇到一队。打中一枪，先打个药。对面人有点多，我另外两个队友已经跑到河道下面，这里只有我们两个。这时候来了一个勇士，竟敢单枪匹马就过来抓我们两个了，哦吼，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连打逮捕，让他付出代价。他队友已经摸到了近点，我已经听到他的脚步声。哦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再说后。直接拿下。冲啊！第一个包已经被这个三号舔光了。接着他又跑去舔第二个包，他差点就被偷袭。还好我及时出手打掉，不然可能他就倒了。我没有急救包了，我需要去舔一点药。不是吧大哥，你急救包都没有啊？再去另外两个盒子看看。发财啦！这个盒子也被舔得一干二净，再看看第一个。也一干二净。不是三号，你那么穷吗？怎么会舔得这么干净？于是我打字让他给我一点急救包，结果他不给我，好像还希望我给他点什么，半天不丢出来。突然就被阴了。我服了，这些队友只会舔包吗？几个急救包都不给，在这留于半天。这局就一个六套呀。跑着跑着，突然前面出现两个六套。这队好像就两个人，结果他们冲上去被瞬间秒杀。哎呦我天！要是一些队友，我估计他们就不会救这两个人了吧？他可能直接让他们留死舔装备。这里掉了一个六级头，这些都不要了吧？要太多也没什么用，咱们进辐射区看看能不能搞几件金装备。金装备我还是要的。进来之后听到头顶有一个，上来之后发现他倒了，还有一个脚步。不完了，要死要死要死，感觉人有点多。打完药再绕一下，绕过来发现一个人正在开心的舔包。这颗雷他没了，他还在舔，还在舔，舔到一颗雷，还有个脚步，追追追追追追追，他就一个人，并且被困在阳台外面。我勒个去，外面竟然还有人，是他的队友吗？怎么感觉到处都是人呀？先救一下队友吧，我估计他已经不敢过来了，他的队友已经被补掉。把队友扶起来后，我就打算直接冲，因为前面还在打架，队友已经不知道舔了多少东西，我负责打架，他负责舔包，分工明确。
集装箱后面有一个，看见没？突然里面冲出来一个，把他给干了，然后露了一个大背身给我。啊！没想到吧，我在这儿呢。一号说他脸上有一堆，不要急，不要慌，等我打完这边再去那边。直接拿下，这边已经打完了。这里掉了一把改妹，还有很多的变卖物，让四号打扫战场吧，咱们去支援一号。倒是好像已经晚了，一号已经倒地，脚底下有两个脚步声。哦，这个人好像并不会听脚步声，我跑到楼梯了，他还在悠闲的舔包，而且被我打了一下，还不知道我在哪儿。我的妈，这里都有好多的东西，这三号估计看的口水都流了，他一直在观战，他应该是认识我这个 ID。当我离开 boss 点的时候，队友又说有脚步声。什么？还有人？对了对了，刚刚我在房顶确实听到了脚步声，我就说怎么只有一个了，那个人肯定藏了起来。哈哈，我来了哦，你的脚步声已经暴露，我看你这次怎么躲。只是一个小瓢仔而已。四号挺了很多的东西，但他还挺好的，叫我一起去分享黑门。哇哦，不错呀。还是算了，现在真的是什么都不缺。我再去帮他把坦克给打了。也是说他装不下了，吃饱了。不错不错，也算是间接扶贫了队友。好啦，我是唐心，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